圣经翻译点样改变生命？当圣经翻译成个人最熟知的语言，神的话语就会被带进生命。澳洲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和澳洲的教会以及世界各处的当地组织结成伙伴，希望令每个人都能藉着那种讲入内心的语言认识圣经。当人用自己的语言来阅读或者聆听圣经，就会发现他们的语言对神是重要的，对他们自己都是。人的生命也会在发展语言和识字教育的过程中更新变化，让那些被边缘化的社群得到尊严和接受教育的机会，那对未来就会有更美好的盼望。今日当我们回望过去70年圣经翻译如何改变世界，我们感谢神以及在这个事工上很多的合作伙伴。我们亦期望为剩下还等着的1200多种语言开展相应的翻译工作。你会和我们同工吗？